弹性超厉害的，而且呢你看它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动距的，所以呢完全不需要就是担心说你会暴扣啊或是整体造型有什么样的问题。它算是短版上衣，所以各位啊，如果你想露肚的话可以穿这种有点中腰的这种裤子。它是做这种黄色跟紫色然后拼接成的，白色它里面就是带有粉啊紫啊，也是女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然后这种比较浅色的白其实它是最好搭衣服，然后圆领也是可以露我们的锁骨，不会套太紧啊或是太合身。奶茶色它里面搭的是这个很可爱的亮橘跟黄，然后呢还有腰身，然后完全不挤肉的条纹，有的条纹就会一直往横向发展，但是我们居然家的条纹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绿色版就是我的最爱，它一样是提亮的，它带有粉色线条哦，也非常的卡哇伊，然后整个就是粉粉嫩嫩的果绿色的一个概念哦。好，所以呢总共有4个颜色给大家选择。